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。那么又是来到了每周一更新《火影忍者》手游的时间了。那这个视频的话，我得剪一下。好的，我们进入游戏啊。那么陈老师第一个地缘域角都是被他吃掉了，他对面基本上还是个满血状态。那么第二个新春又出场，开出一个互相一个技能的一个伤害啊。那么陈老师是有先手的优势，这一波对面一替身，我放这个二技能防反，对面很聪明，他没有打我。这波陈老师拉开距离啊，放一个天照分身没有中，我过去想放闪电，但是对面直接是一口火啊。这波的话，他平 A 也是不敢连啊。然后的话，直接陈老师一个闪电定住，好，这波平 A 接上，对面只要一替身，我直接一个二技能防反。但是对面很聪明啊，他很了解新春佑这个忍者，他就不打我。这一波对面直接用通灵骑手，陈老师贴身踢脚抓一下对面平 A 的后腰，然后我再接他平 A 啊。这一波咱们把这个一二技能全部放掉，对不对？反正这个防反技能的话他也不会打我。这波闪电陈老师想把他打死，但是对面的替身已经好了，这一波忍一波啊，等我替身好了，等替身好了，然后平 A 两下，直接带走对面。那么是吃掉了他的面具男，对面第二个是这个带真空波的这个精明啊，精明这个忍者位技能很多，很灵活啊。那么开陈老师直接一个天照分身，对面想搓丸子过来，这时候对面贴身踢掉，直接一个平 A 起手，陈老师贴身踢掉，这一波没抓到，好，直接一个预判他一个防反，对面直接交通灵，我这边直接出来，然后闪电把他垫高一点，然后直接一个天照接上啊。这一波好像游戏，哎呀，但是陈老师这时候我平 A 失误了呀，就这一波失误啊，来不及了，对面直接最后是一个抓取的一个技能把我打死了，我替身也替不了。啊，就是小小的一波失误啊，导致我这个新春又被吃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咱们主角啊，刃界无碍罗登场啊，开局直接一个二技能，哦，对面直接一个真空波起手，陈老师被僵持了，对面直接是接上平 A 啊，这一波陈老师啊忍一波，哎呀，对面直接一个拉走了，很难受，那陈老师直接一个熊猫压下来，直接强行让自己霸体，对面只要一替身直接开大。虽然说我们这个二技能还接不了啊，因为应该还差个一秒左右。但是陈老师带的是查克拉，让我跑到跑到远处接个查克拉，再放个二技能，然后放个二技能二等保护一下自己，然后直接一技能双手抓，游戏结束啊。对面最后一个是百豪纲手带的是霸体，那么陈老师还有一个通灵。开局的话呢，直接二技能跟他怼一波，踢不踢？不踢的话二技能二段，踢不踢？再不踢，直接一技能抓对面替身踢掉了。这一波呢，陈老师替身踢掉，然后查克拉交出去，直接开大招抓霸体，哎，很好。这个大招的话，咱们就可以稳接这个二技能了。这一波对面好，大招打出来，然后直接二技能，二技能二段，然后双手抓一下，踢不踢？踢不踢？不踢的话继续啊，过去 A 一下 ，A 两下，对面只要一替身呢，没关系，让他打。我替身踢完，然后直接压个阔鱼啊，游戏结束了啊。我还有一个通灵，对不对？非常完美。这把的话也是个晋级赛啊，那好的，本期视频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